苗栗联合大学由四位建筑内业学生诶，暑假参加水土保持 Q 计台中县肥油储存计划，因咧去到后龙井嘅秀水山区，过初间咧参加景观改造，也得各方山区乡师傅，一群同学讲，也得过场如何提学到好唔多嘅宝贵经验。在我们驻村的期间呢，所有阿公阿嬷都会非常的体谅我们的辛苦辛劳，所以都会准备非常多茶点，然后点心来给我们吃，然后在途中也会尽可能的来帮助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计划这样子。上期爱张业储存时间，联合大学建筑的学生诶，请潘德做一大伯热情的阿公阿婆，也得出家是给联合大学建筑的学生诶，不用得打工劳出去劳了机会，将时间奉献给海龙镇的秀水沙区，参加水土保持局台中县肥油储存计划，得到青岛做起重新甘肃的农村的生命力。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年轻人的进来，然后就会一些比较年轻的活力啊，然后让他们就是可能原本就是他们可能平常都是平平淡淡的过生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进入，他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力，然后更去参与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。有的同学对了解地方都行业农村，认识秀水沙区人事物，都从后期开始做农村的景观改造，加入参加农村地段的农业建筑，向下规划秀水沙区的新风貌。虽然将实际互动一张一边呢，有的同学稍得多懂得课本以外的经验。他们能够真实的投入到社区当中，用他们的双手跟双脚去体验农村的生活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是真正的跟自然结合、跟土地结合、跟社区的这种结合的一个学习的经验。除了学习老沙区互通，打造沙区相爱的农村景观老特色，也得同学每与老沙区居民互通，开始想起自家老窝，开始想起故乡的阿公阿婆，每想转移看那自家出生农村，也得难忘成长，最后也得学生的，都要在自家得到的宝贵经验。客家新闻总主编李波涛。